我本是澳洲的泰国秘书，打开眼界，土生血的美术馆强的八戒，台湾老日本的艺术家，期盼土生血统艺术节，按照梦不老，我也飞鸿梦想体展，内容是有关飞鸿的多年想象，而图四年呢，以探索此展老日本的关系。三太空人飞起来喽！小朋友天天失踪，同树春开来，都冲系太空人同款。除了普通体验，特别特点用飞向梦想做主题，有家红艺术装饰作品，现场韩俊批记，本小朋友发掘七家街飞向梦想。里面有很多展览啊，没看过的、啊，喜欢。因为很有趣。头前是种青文参观，梦不落眼界飞向梦想，同线上电出出红，结合实体同线上平台，适合亲子小孩来参加，希望新颖嘅美感持续培养出来，深化艺术嘅内涵。艺术教育是整个这个我们人的素养的形成里面不可或缺的一环。那么，希望儿童的这个审美心灵可以从小被开发。土城市的美术馆讲，五空年年土城儿童艺术节，除了特点还几多种类，陆续得到业界行政区同文化馆，盼表演、展览、实习同玩得到时态内列发通，带领小朋友亲身体验各种文化艺术发通，本艺术教育持续当今。卡新闻罗文塔土城报道。